我觉得挺热乎的，而且我都没开空调。你要看这边，我当时觉得这儿好看，所以我选的这个民宿。我想开直播的话，我在这里开直播肯定也很好看。只能把回忆你完成。不是吧？我这是蛋白粉儿。勺没拿走吗？我记得我把勺拿走的呀。帐篷的民宿，所以说嘛，我就是觉得这一次是一张双人床，是啊，是一个。本来上一次那个订的其实也是双人床，但是我没去换，因为当时双人床满人了，然后说可以换的，我懒得去换了。我觉得都可以。我就去送外卖了，行。我跟你们讲，你们别想套我话，因为你们现在说了好几个地名，其中有个地名就是在我旁边。今晚在剧组睡吗？住宿自费，自费不，绝对不可能，自费我不来了。好丑啊，这个光黑黢黢的。这民宿在哪个区？在摩布勒区，知道吗？我就说一遍啊，最后跟你说一遍，在摩布勒区，听到了吗？哎，实话实说嘛，我觉得这就是很不尊重啊，怎么可以叫演员自费呢？你想嘛，我们去外地拍摄，你就相当于出差一样嘛。没听清，傻瓜，这还能让你听清了？对，必须得包吃住，特别是吃这方面是主要是占了我生活费用的一大头。为什么我开始愿意拍摄？我跟你讲，最开始为什么很愿意进组，因为组里面的盒饭是不限量的，因为他每次都会超额订。比如说你们组里就十个人，他可能会订15盒饭啊。假设十个人的情况，他可能会订十五盒饭，这多出来的五盒谁吃呢？我吃啊，对不对？你仔细算一算。你算一算，那盒饭现在你点外卖多贵？你打比方，但有的像组里他吃的好一点的，人家组里可能15-20这么一套，我一个人吃多少？我一顿得吃个80-90的吧，100块，有时候吃5盒，有时候吃的多，嗯。所以我可喜欢进组了，而且我们这一次拍摄的时候，他还有专门给演员准备，就是演员特餐那种，然后呢，有的演员他们不吃，他们点外卖，我就把他们拿来吃了。怎么好吃都不吃啊！我那天吃到一个好好吃，我们那个餐里面有一个是那个蛋黄肉丸子，哇、哦、天，太好吃了！一咬那个肉丸子包浆，然后那个里面还有那个咸蛋黄，好好吃。我觉得这哪是演员特餐啊，这是皇上吃的。然后我当时吃完了之后，我立马又跑下去，我就再去看搜罗还有没有其他演员那个没拿的，气死我了。这些演员就有几个，你说那几个每天本来自己就要点外卖了，还要把演员特餐也拿了，干嘛呀？不如留在那儿给我吃，你蹭蹭你，我看他们也吃不完的。
谁养得起我？关键我们这一次我们组就是见识到我就是吃饭很厉害了。他们开始也只是听说，他们觉得是开玩笑的，不相信。就是这次拍着拍着，他们每天都来问我，这就是当时不是有那个老师帮我拿了餐的嘛？就是当时是有一盒是那个演员餐，然后还有两盒是多了两盒盒饭过来。然后老板说，我们老板那个制作我们总制片人好搞笑，他说，你就给浩南拿两盒呀，他吃不饱的，你这总共加起来是三盒，他吃不饱的。但其实三盒我真吃得饱了，三盒我吃得饱，因为这一次那个菜真的好吃。昨天晚上我也吃的好多，昨天吃肉我感觉全场的肉都是我一个人吃的。对呀，他们在那玩游戏玩的可起劲了，我就说你们玩啥我都参与进来，他们就在那儿自己玩吧，然后我就在旁边咔嚓咔嚓的一直吃。他们都是小鸟胃。之后真的撑到我犯困，但是真的好吃，很正宗的潮汕牛肉。但我没去潮汕玩过，有机会可以去潮汕体验一下那边的潮汕牛肉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区别。忙啥呢？我在对代餐粉，我刚才没吃饱。吃海底捞那天吃饱了，吃了饱的。当时跟导演还没那么熟，不敢点菜，他们就是非要我加菜。我当时心里那想法，我想那个不是海底捞有一个那个大份那个牛肉，不是99还是100多来着那个吗？我当时好想给他下手，刷刷，就是感觉好像自己手抖了，不小心碰到了，假装不是自己点的那种。但我觉得这样知道了不好，我想算了，就说。加一份猪脑吧，因为猪脑大坨又扎实，实实在在的，就是一整坨。然后就说加个猪脑吧，我就加了个猪脑，然后又去打了两碗牛肉粒，因为当时跟导演不是太熟，不敢给他那个加。我想来日方长嘛，细水长流，我第一顿就给人家吃成这样的话，那以后怎么好的呢？就没有下次了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做事还是得有点分寸。但是他们就是吃自助，对他们来说不划算，因为自助的话，其实品类来说，其实没有点餐那么多，还有的自助它其实没有点餐那么新鲜。纯吃肉其实可以吃自助的，他请我吃饭都发抖。没有哈，他还是很大方的。这是什么？头发是不是有点长？不长，这个长度刚刚好，它耷拉下来还没有插到我眼睛里，就这个长度的话就是刚刚好的。跟秋秋耳答，你问一下秋秋有没有档期可以耳答。三盒的时候是七分饱吗？三盒差不多六七分饱。对，我刚才吃那两盒那个云吞素，所以就真的不够。我至少吃那个云吞，像我中午没吃饭的情况，我至少一顿我得吃四盒云吞。五盒确实就有点夸张了，可能是那个菜不是太好吃，只能吃其中一两个菜。但是代餐它这么一大杯都是水，你喝下去你短暂的就会觉得啊我撑了，然后你就不会再加东西吃了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再等会儿再想着说我要点个宵夜来吃。我也知道这个光线照我确实太黑，我转这边来吧。这边是不是